老客户的一个活动而已，不定期的会有一些活动啊，有时候像这段时间我们会有变脸啊，每一个阶段我们会活动会不一样，是网上炒作的厉害了，只是我们回归老客户的一个节目而已。是请的演员，不是服务员，就是说他们以服务员的形式，就是说这个一下，只是两天嘛，现在没有了，活动结束了。